玉里镇启摩生态湿地过去是本土水中生物的重要栖息地，不过最近几年呢，却饱受外来物种入侵，本土的鱼虾反而濒临灭绝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外来物种。启摩里水环境巡守志工队队长宋荣华他说，外来种的生物呢，是以泰国里还有红耳巴西龟为最大宗，另外还有琵琶鼠，也就是所谓的垃圾鱼，真的是移除不完，也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把一些鱼种丢到河川里头，对于本土植物和鱼类会造成很大的灾难。清澈的湖面还能看到几只保育鸟类就在湖面上悠游自在玩耍。这里是玉里镇启摩生态湿地，过去一直是本土水中生物的重要栖息地，但是近年来饱受外来物种入侵，本土鱼虾濒临灭种，取代而之的是满满的外来物种。启摩里水环境巡守志工队长宋荣华说，外来物种生物以泰国鲤以及红耳巴西龟为最大宗，此外还有垃圾鼠，俗称的垃圾鱼，真的是移除不完。外来种应该都是人家养了之后弃养，然后丢到河里面，然后经过河酸的河流，然后进入到湿地里面，然后就在湿地里面繁殖。还有红耳巴西龟，小时候在夜市去捞的，或是买的小小吃很好玩，然后长大的时候鱼箱可能放不下了，然后它又去到河里面，然后又流到湿地去。就是我们俗称的垃圾鱼，一般的水族箱里面都会养这个。小只的时候它有清除效果，但是大只的水族箱装不下，它可能又换小只，而且把大只的又丢到河川里面。过年期间，这里吸引不少附近的居民以及游客，但是一听到有外来种鱼类入侵，纷纷表示不舍，认为破坏到生态。外种蛮多，蛮多，原来是养殖的，不养了，启摩湿地从民国1996年开始富裕生态，到现在吸引不少外地游客来参观。里长说，湿地不仅是有优美的环境，更重要的是以建构原生种的栖息环境，来创造更加丰富多元的湿地生态系。观光人潮，你看后面这样就一群人，其实每天都有很多的人，有听到的，人家介绍的话就会进来里面。早晚也有很多的民众进来这里运动。里长以及队长也都呼吁民众，泰国鲤、红耳巴西龟、琵琶鼠鱼对本土有害的动植物，请勿随意的丢弃在河川，会对本土的植物以及鱼类造成很大的灾难。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。